掰一套，你能不能斯文点？你懂不懂吃饭的规矩？毛子，非常抱歉，我一向吃饭的习惯呢，都喜欢了左右开弓，这样吃得过瘾，吃得干脆。靠在一起成何体统，现在看得多忙啊。这样就生气啊，这么好的饭菜不用实在太可惜。哎，差点忘了，您不太方便啊。来，我喂你，先吃块肉。客栈的饭菜真的不错，这椅子怎么会那么差呢？